我是叶岩，因为吃错药，意外变成了小孩。什么情况？你快把药吐出来啊！去死！赶紧给我吃！不吃药要吃奶奶。这样才怪！怎么样？有什么感觉？什么情况喂？怎么变成这么大只了呀？叶岩，你干嘛？我要吃奶奶！我要吃奶奶！适可而止。通过运动也能把丹药逼出来。嗯，看小屁孩居然在跑步上爬。谁家规定不能爬了？再说你还不一定比他快呢。不服咱们就比比，看谁先完成10公里。你就比。奶奶，你要是赢了，回家就和奶奶。先让你跑一会儿，不然别说我以大欺小。奶奶。不是秒速10公里呀？走，我们回家和奶奶。